嘘，咯嘻咯嘻咯嘻温柔，每天笑嘻嘻。欢迎来到我的房间，小坤，你好，你好，你对这位星秀，欢迎大家来我的房间。我想要告白的样子，是你清楚你所的意思。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耶、yeah. hey, ！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耶、yeah. ！恭喜你发了新专辑啦！这张专辑算是酝酿很长的一段时间，压抑了大概有十二三年之久的一个告白啊。在这张专辑应该有很多事情想要跟你的歌迷朋友，还有跟很多在等你发片的朋友想要讲的。这张专辑里面呢有十首歌，然后呢有七首呢我都有参与自己的创作。对，因为我觉得告白这件事情是心里有很多话想要表达，需要一个找到一个以爱为初衷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样子。MV 里面找了一位算是大家都很想看到本尊的一位网红先生，这位阿汉。跟他合作起来应该会笑疯吧？哦，有一个很妙的事，就是我录了十首歌专辑里面，我其实唱很多东西，君豪老师都会说，哎、欸，那我们再多试几个口气，多试几个。可是唯一有一句，我一唱就一次 OK， 他觉得 perfect。哪一句 ？Hold OK。哎呀，不行，我好想睡觉，我就像超人。哎呀，快起来，作业还没写完。是演员的身份也在你身上闪闪发光着，而且又有新的戏剧也就是陆续要推出出来。像演员跟歌手这两个身份，对你而言现在是一个什么？你怎么拿捏这个平衡感？真的就是把握当下，当演员的时候就是专心当好演员，然后歌手就是好好专心做好歌手的身份。是对于生活的观察或是感受，其实不知不觉都在相辅相成这两件事情。告白这件事情不一定大家想到，一定都会觉得是男女之间。对，最直观的就是想到这个。对，但其实我觉得告白真的是不局限于爱情、亲情、友情，甚至是对自己或者是对这个社会，很多时候都是你们需要有告白的时候。我非常喜欢这个曲，听到之后写词也写了很多不同的版本。写了几个版本？大概有五六个版本。然后一直到最后写 OK 的时候，就是我家里有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爸爸走了嘛，然后我休息沉淀一阵子之后再写这首歌词，就就 OK 了。所以这次你也想要把这样的一个算是把握当下的一个能量传递给大家。我想要告白的样子，是你清楚我所有意识，不多不少的关键词，成为我们最爱的事。我不敢赤裸着戒指，太害怕你轻易地消失。我不愿放手，只喊一件事，太清楚没说出口的那个字儿。请让我对你再说一次。哇，我们还没结束哦，好不好？我们就投两句好了。好，来抽一下好了。好，好，紫色刺客，好。我想要告白的样子，是你清楚我所的意思。不多不少的关键字，
成为我们最爱的星。掌声。我们就再考你一题。嗯，好。Oh, rock star。摇滚巨星 ，Action。到进歌点了。我想要告白的样子。五百。啊，个再字吗？可以啊，可是这样其实挺好的啊。这位最熟悉的朋友，我的阿嘎，他都会这样。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耶、yeah. 哦。哦耶。很像吗？我会改变，改变心，拢是因为你。我的风流游来游去，游来游去，我对你想来想去，想到破你，希望会更带你回来我身边。嘿，大家好，我是卢广仲。耶！这个告白诊疗室呢，有三个专场。在12月14日的时候呢，台北的朋友们就可以到西门红楼河岸看我们的表演。这些资讯呢，在11月26日的时候呢，就可以开始开卖了。然后在我的粉丝页还有 IG 都可以看到相关资讯。不吸，不吸，你不要不吸，不吸，我不要，不要，不吸，不吸，大家不要不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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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每天笑嘻嘻，绝不能姑息，让自己的肩。谢谢，谢谢严正兰，谢谢。谢谢